咁好啦，今集咧就带大家嚟到我哋嘅繁花里嘅示范单位啦。呢、這个109方讲真好特别，入门口呢个位置咧系算系一个入户花园，系完全全赠送嘅，因为系公共地方。到时候入门呢边咧会有个消防。目前嚟睇咧，佢成个房间面积有6-7啦，佢都应该去到10方以上嘅。呢个空间完全放翻咗大嘅圆台都冇问题噶。V 家开心睇楼团，嗱，而家要安心咁买大湾区楼咧，一定要揾 V 家啦。嗱，博士你真系好啦，喺中山华发观山水买咗个靓单位，你知唔知我几鬼羡慕啊？梗系啦，其实喺中山呢个地区咧，80多万你可以买个背山面住个湖嘅单位，其实真系好难嘅。唔单止啊，而家咧，其实不嬲咧喺香港咧都有啲中港嘅冷气巴士咧，直通巴士就可以嚟到去三乡嘅地方，到时一转个车就嚟到呢度，交通都好方便噶。唔知咁喎。啊？仲有喎，而家开咗关之后过嚟买楼，20%首期搞掂。20%首期，咁啊即系20多万可以做业主。喂，咁啊仲着数过我嗰阵时。梗系啦，嗱，如果大家想嚟中山睇楼，记住参加我哋嘅睇楼团啦。冇錯啦，嗱唔單止啊，我仲揀多2個中山嘅靚盤，到時大家實地嚟考察，做一個比較，到時再作一個決定。所以記住馬上報名啦！V 家开心睇楼团，买大湾区楼梗系揾我哋 V 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V 家阿灿啊。大家好，我系 V 家阿明啊。咁好啦，今集咧就带大家嚟到我哋嘅繁花里嘅示范单位啦。依家我哋所在位置咧系7栋实体楼嘅成个大堂嘅位置啦。我哋依家嘅示范单位就喺佢嘅楼上，我哋快快带大家上去睇睇先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就嚟到我哋实体楼位置啦。呢一套单位咧系3楼嘅，咁我哋依家睇第一个示范单位咧就系89方，3房2厅1卫嘅。OK， 咁我哋入门口睇睇先。嗱，入门口可以睇到我哋超大个玄关位，将来咧呢度可以做个鞋柜同埋储物间嘅。OK 啦，咁真系呢个位置，我觉得话都真系好贴心啦，完全系预留咗呢个空间嘅。系，然后入嚟入边睇睇，客厅、餐厅，哇，真系好阔落喎呢边。系啊，可以过嚟睇下我哋嘅客厅开间系有3.5米嘅，我哋嘅整体嘅朝向咧系南向，可以出嚟望到我哋嘅小区园林。因为咧，其实呢个楼盘咧，佢全部前面都系别墅景观为主啦，所以好似依家52栋、53栋咧，正南向望出嚟系望晒成个别墅景嘅。如果你买翻个中层单位，真系都几唔错啊。系啊，系。
咁睇睇呢邊先，呢邊個就係餐廳位置，佢預留餐廳位置，我覺得話都唔細噶啦。依家呢張台都算比較大張噶啦，如果話放翻張圓台都細張啲嘅圓台都 OK 嘅，其實係，而且話佢直接連接翻我哋嘅廚房啦，廚房入邊嘅裝修全部都已經配到齊噶啦，好似兩件套啦，啊，有廚我有嘅啲廚櫃啊，呢都有齊嘅，係。咁大家睇下我哋嘅房間啦，入嚟咧，我哋呢度咧有個工位。嗯，呢、這個工位咧都係乾濕分離嘅。嗯，成個公共洗手間位置裝修，我覺得都係幾靚嘅，而且話佢啲用材嗰方面嘅話都比較唔錯。不過咧有少少嘢要同大家講翻嘅，佢交樓嘅時候咧，呢、這、一個趟門係冇嘅，佢到時候係需要自己做翻咁樣嘅趟門嘅位置嘅。這個、呢一個咧，可能大家要注意啦。係，然後其他呢啲洗手盆啦，好似話廁蹲廁嘅位置啊，呢啲係全部有齊嘅。係，然後睇睇房間啦呢邊。嗯、這邊呢邊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嗰、那個陽台嘅半贈送嘅一個房間嚟嘅，可以將來做衣帽間啊、B B 房啊、老人房啊都可以嘅。嗯，係啊，隔離呢邊咧又一個次卧啦，呢、這個次卧空間我覺得真係比較大啲咯。成個空間佢依家目前放係一張米五牀啦，而且話係預留咗一個床頭櫃位置之餘，仲有埋個牀嘅一個衣櫃位置，所以話佢整體空間係非常之大嘅。都是那句啦，因為它這邊是將個飄窗位置直接打了的，所以話佢整體空間嚟講更加大啲。最後看看那邊的主人房的情況先。好，看看這個主人房啦，這個主人房咧係一個朝南嘅，呢個將來呢個咧位置咧都可以睇到成個小區的園林嘅。呢、嗯、個房間都非常闊落，呢邊咧可以做個超大的衣櫃。哇！而且話我睇到佢目前咧放呢張牀都係米八大牀嚟嘅，而且話佢全部飄窗咧都係呢一種全景飄窗，可以講話真係採光面係非常之足啦，唔會話有任何暗位。目前嚟睇咧，佢成個房間面積我目測啦，大概都應該去到15方以上嘅，一個89方嘅户型就可以有一個咁超大嘅户型嘅一個主人房，可以講係非常之正啦。OK 啦，咁睇完呢一個89方，我哋下一個帶大家睇睇稍微大少少109方嘅户型。OK 啦，咁我哋睇完咗頭先嘅89方，依家咧由我帶大家睇睇呢一個109方嘅户型啦。呢、這個109方講真好特別，入門口呢個位置咧係算係一個入户花園，係完全全贈送嘅，因為係公共地方。到時候入門這邊咧會有個消防門嘅，入嚟相當於講我哋獨門獨户啦，所以呢個空間全部都係自己屋企噶啦。呢邊咧係全部做曬窗啊，明窗嘅位置，所以嘅話你可以睇到入嚟好乾，非常亮。完全是沒有問題可以用到的一個空間來的。那我們現在入門口看看先，109方它最正的地方我覺得就是這個玄關位了。它進來之後它不會直接望細整間屋，是有一個玄關位置做一個祖倉，所以來說它風水上面來說非常之靚。這個位置到時候做一排鞋櫃，然後進來之後轉彎就看到我們客廳餐廳了。這個109方最正的地方就是這個南北對流雙陽台設計了，整體户型嚟講，通風效果非常之好。主陽台朝呢邊望出去就係、是、西江景啦。頭先我哋有提到嘅13樓以上就可以望到成個西江，所以個景觀面非常之靚。如果望翻餐廳位置呢邊咧，係望翻小區園林景觀。如果依家再收嘅52棟同埋53棟咧，係可以望到小區入邊嘅別墅景觀嘅，所以景觀面都非常之唔錯。整體嚟講，你可以睇到客廳同餐廳都做得非常大，特別餐廳位置呢、這個空間完全放翻張大嘅圓台都冇問題噶，所以嘅話咧空間感非常足。然後餐廳過嚟呢邊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到時候都係帶精裝修嘅，正常嘅兩件套同埋所有嘅廚櫃呢全部都帶齊嘅，都係一個名廚嘅空間，而且話呢邊都預留咗個大冰箱位，完全放翻個大嘅雙門冰箱係完全冇問題。系 ，OK， 咁我哋依家睇睇啲房間先。成個户型咧係動靜分離噶啦，客廳、餐廳嘅位置就完全係同翻啲房間係隔開嘅。入嚟入邊先，首先第一個就係我哋嘅公共洗手間位置啦。公共洗手間咧係乾濕分離嘅，出邊嚟講咧可以講話完全分開曬，所以使用起身我更加方便啦。兩個房間咧完全做到對流噶啦，而且我有個特點，呢邊呢個大嘅次卧咧，佢係直接將個飄窗位置打咗佢咯喎。直接可以使用起身的空間，所以房間非常大，放一張米八大床做衣櫃都完全沒問題的。然後次卧就保留了個飄窗位置，如到時候如果想放一張米五床是沒問題的，如果想做埋榻榻米拼埋個全飄窗位來使用，那是更加正啦。這邊又可以放衣櫃，
主人房就唔使講噶啦，非常之大，而且我都係將全飄窗位置全部打曬咗，所以空間係非常之大嘅。呢邊嘅話放張兩米大床，做埋衣櫃，做埋衣帽間，空間係絕對充夠。而且呢一個109方咧都係套廁啦，所有嘅洗手間就喺呢旁邊嘅位置，所以我出入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成個户型109方落嚟咧，佢空間感非常之足，而且話實用非常之高。可以睇到呢一個109方，你覺得啱唔啱先？OK 啦，咁依家咧，我哋睇完咗109方之後咧，仲有另外兩個户型，一個98方，一個116方，兩個户型咧，我哋就帶大家睇一睇空鏡先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睇曬咗成個樓盤啦，包括個區位啦、樓盤最受情況同埋所有户型。咁榮，你覺得點樣啊？啊，喺呢個盤咧，居住環境咧都非常好，然之後配套咧又非常之完善啦。咁講真嘅，目前嚟講咧，成個繁花里佢嘅規模啦，同埋佢整體嘅配套設施，我覺得話真係非常之適合居住嘅。特別我哋香港朋友，如果話嚟呢邊想要度假啦，或者話喺呢邊半養老形式啦，我覺得話都非常之適合，因為佢目前。之前我哋可能過嚟睇嘅時候，有好多嘅配套設施仲未完善嘅，包括佢商鋪同埋佢所有嘅啲娛樂設施。但係依家基本上該起嘅、該有嘅都已經全部有曬。最主要嘅咧就係目前我哋最受呢啲單位係可以望到江景嘅，呢啲係之前從嚟未有過嘅，所以個景觀面係非常之靚啦。而且目前成個繁花里所有嘅最受價錢咧，最低嘅。可以去到65萬起步嘅毛坯價，75萬起步嘅大精裝價，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。如果觀眾朋友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仲想持續關注嘅咧，都歡迎撥打我哋下邊嘅電話號碼啦。然後咧，如果有其他嘅樓盤想要繼續推介俾你大家，如果你想睇其他樓盤，都歡迎同我哋進行一個留言。咁今集就到呢度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